们今天已经在家里耗了一整天了。哎呀，现在四点了，我们终于出来了。接下来要去走步道，还有爬山。肚子很饿。太辛苦。我们没有来过这里啊。昨天才来的。什么？好累。你再走一步。我的脚酸。小心毒蛇。摊方的啦。这个我不能吃，好可惜哟、哦、可是味道好香哦。豆干有豆干，来给你。这是甜不辣，没关系。甜不辣没有用，这叫锅边素啊。甜不辣是鱼浆，锅边素吗？给舅舅，来给舅舅的样子。对，舅舅，你要粽子是吗？水，你不是去大卖场搬哦？